据报道，老师集体失踪，延期上课。不对，这件事是假的。那是魔法准确的说这件事。别以为找到我就行了，找到全部老师，我们才肯上课。想太甜，这件就是爷问题。墙上还有梅根的油墨，其实另一半的教室都是画的。美术老师、英语老师，别吵啦。英语老师可没那么容易被抓，我研究欧洲上古正文，看招，替身咒。什么？真有魔法？相信科学，看这个石像上清水看曲线，明显是利用烟雾的障眼法，从空调通风管注下重物，再利用齿轮把人拉到通风管里去，达到提升的效果。这种手法一定有突破。弟弟老师，藏在石头里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好啊，只要你说出其他老师在哪，我就不告诉校长。还是说数学老师？我早就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计算机，就算你得到我的人，也得不到我的心。我怎么醒了？我的身体！你头上戴着扇贝，以为我瞎吗？把办公室弄得这么乱，我先把你的意识下载到扫地机器人里，全部打扫干净再把你放回去。把我的身体还给我！老师们怎么会突然讨厌上课呢？是为了寻找病毒？有人把未来病毒传播给老师了？什么？你们还真是未来人？没错，病毒里藏着七彩电池，我们去找它。你太高不着油门，我来。距离宇宙文明等级考试还有六级。